哇哦，充满国风的机器牛和科技感满满的狗，你见过吗？首先进场的是我们超有国风味的小牛菲菲，欢迎欢迎。现在进场的是我们科技感满满的小狗灿灿。我们的太阳能机器牛只需太阳蓄电就能走动的玩具，不需要额外的电池的哦。这款太阳能牛专门设计为 DIY， 锻炼孩子们的一个动手能力。这里我们也要讲一个小小的知识点，我们的玩具是通过太阳板接受足量的光能量，足量的光原子激发太阳能板的硅原子，激发后产生自由电、负电和电动正电，从而产生电流，电流驱使电机就能行走啦。赶快来体验科学太阳能玩具吧，嘿嘿，下期见。